天高海阔，张修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段时间以来，美中对抗的新闻呢，几乎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么，美中对抗的模式呢？过去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政府有很多非常强烈的批评，但是呢，美国政府又一再强调不愿意跟中国发生冲突。那么，甚至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最近。 到中国访问，见到中国的总理李强的时候呢，也还强调美国不会跟中国经济脱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美军的高级将领经常说已经做好了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而最近呢，美国国防部的高官和美军的高级将领啊，都高调的公布了未来美国如何用军事手段来战胜中国。 我们说了，美国是不愿意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但是呢，军方过去也强调准备好了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并且呢有制胜之道。但是这次是美国的国防部，就是白宫的高官以及美军的将领啊，同时在同一时间，在同一场合公布了未来用军事手段如何战胜中国。那么美国这些高官或者高级将领，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最近说的美国如何在军事上战胜中国。 希格斯在什么场合来发表这番讲话呢？他是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新兴技术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所谓的国防工业协会的新兴技术会议啊，讲的当然是未来的先进武器的发展。希格斯说啊，他说随着中国专注其军队的庞大规模，美国将会通过更加聪明、更具战略性和灵活性的策略来超越对手。 所谓的超越对手，当然无疑就是指战胜对手的方式。希格斯在这个未来美国战略当中呢，提到了一个复制器的建议。他说，这个战略啊，是美国国防部未来将在十八到二十四个月之内，在多个领域部署大概数千个自主系统。什么是复制器？什么是自主系统呢？其实这指的就是无人驾驶的飞机以及无人驾驶的这个舰艇。 现在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啊，经常会出现一些无人机发挥了一些巨大的作用。那么，所以希克斯所说的这个复制器以及这个自主系统呢，讲的就是这些造价比较低廉的无人驾驶的飞机或者舰艇。为什么说是复制器呢？因为这些无人驾驶的这个军事装备啊，在它使用完之后，很快就可以再生产一个。那么，它的成本呢，要比我们传统上所看到的这个军事装备要低得多。希克斯说。 这个复制器啊，旨在帮助我们克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规模，像更多的这个船舰呐、啊，更多的导弹呐、啊，以及更多的士兵。我们知道，过去中国讲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的时候啊，中国很多媒体都很自豪的说，中国最近的军事规模呢大大增加。其中一个我们听得非常耳熟的一个词叫“中国的”。 新的军舰能够下水啊，就像下饺子一样。我们煮过饺子的人都知道，下饺子就是十几个饺子同时扔到这个锅里边。那么用这个下饺子来形容中国在海军方面的这个新船、新舰艇下水呢，就可见中国的这个军事规模在迅速的扩大。 那么，美国如何来应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军事实力呢？希克斯说啊，这就是美国要利用真正的优势，就是我们人民的创新精神来增加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他为了保持领先的地位啊，我们将会创造新的技术水平，就像美国以前所做的那样。 利用在所有领域可消耗的自主系统，这些系统的成本比较低，而面临的这个高风险的人员呢更加少，并且可以大幅缩短交付时间以及改进和更新。那么有了这些武器呢，就是可以战胜中国庞大的这个军事规模。希克斯还强调了，我们凭借聪明的人才、聪明的概念和聪明的技术，我们的军队将变得更加灵活，得益于商业部门的创新精神以及他们的这个紧迫感。 美国他说，美国光复一直以来致力于投资这个自主系统。那么，这个自主系统呢，现在已经发展到比较完善了。这个系统已经被证明是载人平台低成本的替代品，并且呢，可以做到更加来有能力应对极限环境，也给这个前线的指挥官呢，在他们使用这些自主系统的时候、啊，可以承受更高的风险。 我们知道，美国军队最珍贵的资源就是士兵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战场上，如果美军士兵阵亡人数比较多，这是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军方不可承受的一个压力。越战为什么美国最终被迫退出，就是大量的阵亡士兵呢，已经令到美国国内的民众产生了强烈的反战情绪。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美国军方在研发新武器的时候，通常就会把它的这个着重点放在如何。 更加大的减少人命的伤亡，可以获得巨大的成果，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今天，因为无人机和无人舰艇的出现呢，似乎美国找到了一个能够战胜中国的办法。 希格斯在演讲当中还特别强调说，这个复制器的倡议啊，不仅专注在生产，还关注在整个部门的创新方法和快速应用技术的能力。他说，美国只在以这个创新的力量来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特别是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他说，我们必须要确保中共领导层每天醒来都会考虑侵略台湾的风险，并且呢，我们会让中共的领导层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今天不是发动武统战争的时候。 不但是今天，而是从现在开始，二零二七年、二零三五年、二零四九年以后的每一天都不适合发动对台湾的侵略战争。希克斯讲这份话的时候啊，他可不是随便列举了几个年份。二零二七年现在是盛传中国要在这个之前呢发动对台湾的统一战争。二零三五年呢，当然是中国未来要成为世界领袖的一个目标。 呃，包括我们过去非常熟悉的中国在工业制造的目标啊，一带一路的目标，啊。而二零四九年呢，更加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所以说，在这些年份之前，中国想达到一个大一统，那么目标就是可以重新振兴中华民族的荣耀，这也是习近平上任之后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但是今天希克斯在这样的一个商业会议上，明确的把美国的未来的军事策略向全世界展示的非常清晰，就是。 是美国有决心战胜中国，而战胜中国的手段呢，就是更加先进的武器，更加先进的这个作战概念。那么这里边就包括了所谓的自主系统，就是我们刚讲的无人机以及无人舰艇。 现在美国军方经常会公布他们一些对于未来武器的发展的方向以及作战的方式。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美国现在有非常先进的战机，包括 F 十六、包括 F 三十五、F 二十二。那么这些战机都是有这个美军的飞行员驾驶的。未来如果美中双方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呢？很多人都担心。 中国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庞大的军事规模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那么未来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中国可以用十架飞机来换美军一架飞机，用中国十条人命或者更多的人命代价来换取美军一个人命的代价，那么这会给美国国内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让美国在这个残酷的战争过程当中呢，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因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包括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我们过去讲过，他在经济出现问题。 的时候，在面临这个战争困境的时候，它的承受力要比民主国家的承受力要大得多。所以说，美国非常担心未来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呢，美国因为这种应对生命代价承受力不足，所以呢，在战场上会陷于被动。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希克斯公开的说，美国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希克斯之外，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 阿奎利诺是一个鹰派人物，我想过去我们在新闻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他很多一些非常强硬的言论，而阿奎利诺在同样一个场合，在。 讲到美国印太司令部军方如何战胜中国的时候呢，阿奎利诺同样充满了信心，并且呢，他还对未来美中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展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形图画。那么这个美军未来和中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由 Vocal Media 和柔斯密室共同举办的中秋嘉年华，九月二十三号在 Valley 大道上隆重登场。 本次活动八大特色包括天南地北美食汇聚，餐车大镇丰富多彩，名贵商品拍卖底价全部一折起，丰田、宝马展出最新车款，众多商家送出免费礼品，机动游戏闪亮登场，可爱动物与你亲密接触，还有中心舞台精彩表演。九月二十三号，柔斯密 Valley 大道与你同欢。 天高海阔，张修杰，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我们继续讲新闻。上一节我们说，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希克斯在一个商业会议上讲到了未来美国军方战胜中国的这个战略。如果说这个希克斯讲的还是比较…… 呃，理性的话，那么而印太司令部的司令阿奎利诺呢，就讲的比较简单明了了。阿奎利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足够的方法来战胜中国的军队。如果中国真是敢于发动这个台海战争的话，我们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到并且摧毁一千个目标。那么，找到并且摧毁一千个目标，在这个阿奎利诺的描述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情景呢？他说，那个叫地狱景观。 阿奎利诺是第一次用这么简单明了的语言来描述未来美中一旦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话，美军可以对中国所造成的伤害。希格斯已经讲了，未来美军将会用什么样的军事技术和手段来战胜中国，就是更多的所谓的自主系统，就是无人驾驶的飞机，还有无人驾驶的舰艇。 现在美军所拥有的一些先进的战机啊，上节我们提到了，就是如果还是用这个美军的飞行员去驾驶的话呢，那么未来在战争当中，美国一定会很大机会付出这个美军士兵人命的代价，这在美国来说是一个最不可以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些无人的舰艇和无人的飞机如何能够对中国的军事力量起到一个毁灭性打击的作用，能够让中国出现所谓的地狱景观呢？美国现在已经公布了他们未来在空战当中在海。 海战当中的一些战法，比如说我们以空战为例，未来呢将会有美国飞行员驾驶的 F 十六啊或者 F 三十五啊这些飞机，它这些飞机并不是自己主动参加作战，而是他们会控制三到五架无人驾驶的飞机。那么这些无人驾驶的飞机上面呢，同样搭载一些非常先进、非常有破坏力的武器。 美军的飞行员就可以在自己的飞机上对这些无人驾驶的飞机展开这个操作命令，让这些飞机呢成为在最前线作战的武器。那么这样，即使这些无人机被击落之后呢，美军的飞行员也不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人命的威胁。那么这就令到美军的成本大大下降，包括这个武器的成本以及人命的成本。所以阿奎利多所说的，能在二十四小时找到并击毁中国一千个目标。 从而使中国出现地狱景观，讲的就是这种先进的战法。所以，无人机和无人舰艇在未来战争当中，以及在现代战争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呢，再一次为大家所关注。最近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出现很多新的战况吗？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俄乌双方对某一个战略要点、某一个村庄的得失，这并不能够马上对这个战局产生一个致命的影响。 但是呢，有一些先进武器的使用啊，却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无人机，最近呢，乌克兰军队对,对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进行了一次空袭。这次空袭呢，根据乌克兰的说法，当然是摧毁了若干架俄罗斯的战机啊，还有这个防空导弹发射器啊，还有这个预警雷达。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摧毁的俄罗斯的军事装备当中啊，有这个 S 三百的防空导弹雷达。 我们说，现在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导弹雷达是 S 四百，但是 S 三百呢也非常具先进性。现在很多比较富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购买俄罗斯武器的时候呢，还把这个 S 三百防空雷达系统呢作为一个选项。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在俄乌战场上，虽然说有先进的 S 四百，但是呢 S 三百也是战场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武器。 而这次乌克兰的无人机发动这个空袭啊，俄罗斯的 S 三百防空导弹雷达系统没有发现这个无人机来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所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啊是用纸做的，防空雷达识别导弹或者识别敌方的飞机呢，靠的是雷达发出的这个雷达波遇到金属之后的反射。美国的隐形战机，呃，为什么会隐形呢？就是它的涂层会令到这个雷达的反射波没有办法得到回应。 而这次乌克兰所使用的无人机呢，就更加奇妙。它无人机是用纸做的，纸做的无人机同样可以搭载一定攻击力的武器。那么这就对俄罗斯的这个空军和雷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那么乌克兰所使用的这个纸做的无人机是哪里生产的？答案是澳大利亚生产的。 所以，我们说澳大利亚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军事强国，但是澳大利亚现在用低成本所生产的纸做的无人机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雷达系统，那么这就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现在据说澳大利亚每个月可以向乌克兰提供一百架这种纸做的无人机。那么，如果一台纸做的无人机就可以对俄罗斯的防空系统以及它的空军。 造成这么大伤害的话，每个月一百架，那么战场上的局面会发生什么变化？我想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我们说，我们不不要在乎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作战的时候，乌克兰方面宣布了什么胜利，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只做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机场和雷达造成了重大的伤害，这是俄罗斯媒体报道的，那么这个可信度呢就比较高了。所以说，先进的武器在未来战争当中一定会起到一个出奇制胜的作用啊，我想这是可以确定的，因为我们从过去的一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说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当中，美军为什么能够轻易的战胜萨达姆呢？在沙漠风暴发动的时候啊，其实萨达姆的军力是相当的强大。那么美军为什么轻易的能够获得胜利呢？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打垮了萨达姆的部队。我们首先说，萨达姆敢于入侵科威特。 就是因为他对他的军队有信心，所以他才敢发动这场战争。因为在萨达姆的这个理论当中呢，科威特历史上是属于伊拉克的一部分，他只不过是拿回被占领土而已。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其实，无论是科威特也好，还是伊拉克也好，它历史上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而奥斯曼帝国统治这片领土是吧？他把科威特划到了伊拉克的一个州里边去。所以呢，萨达姆看来，既然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你曾经是我一个州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呢，伊拉克就认为科威特是他固有的领土，啊、呃，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就是伊拉克的领土。所以呢，他仗着自己雄厚的军力，发动了对科威特的入侵。当然。 目的还是为了抢夺石油资源，他没想到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呢发动了这个沙漠风暴行动。其实，萨达姆对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这场战争，他不是没有心理准备，只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军队规模够庞大，战力够坚强，所以呢，他才敢铤而走险。但是，问题是沙漠风暴行动一开打，萨达姆的军队迅速就被美国的先进武器所击败了。 当时，美国第一次使用了精确制导武器，还有这个隐形飞机，所以在这个美军的先进武器面前呢，萨达姆的军队可以说不堪一击。所以，可见呢、啊，先进的武器对战争所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而现在，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调公布了他们未来先进武器在跟中国作战的时候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美国为什么要公布这个战略呢？我们说兵者诡道也，这是《孙子兵法》上说的。按道理说，美国应该隐藏自己的实力，不应该这么早的把自己的未来战略公之于众。但是，美国现在为什么要高调的公布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并且肯定自己能够战胜中国呢？ 其实我们看美国现在对华政策，在美中发生了这个冲突之后呢，美国对华政策无非就是有三个手段。第一个手段呢，经济打压，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生产供应链转移，摧毁中国的经济。那么第二个呢，有科技封锁，科技封锁让中国和美国的综合实力拉开距离。第三个就是军事威慑。 就是，正如美国的一些高层的军方将领，包括我们刚讲到的国防部部长希克斯所说的，要让中国的高层领导知道，今天不是发动战争的好时机，明天不是，到了二零四九年以及二零四九年的以后都不是。意思就是，中国永远不要抱有能够战胜美国的希望，这就是美国对中国军事威慑的目的。 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相处的这个模式啊，就是我们看到的，美国不断有高官访问中国，但是这个访问呢，最终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要保持沟通，如此而已。美国会因为这个沟通而改变对中国的一切战略或者是外交政策吗？答案是不会。所以说，雷蒙多这次访问中国，一方面他跟中国的商务部长见面的时候达成了两个共识，在跟总理李强见面的时候呢，双方各自强调不会脱钩，美中要维护好关系，但是。 我们说，所谓的沟通就是要解决矛盾、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美中之间的任何领域的沟通能够解决美中之间的矛盾，因为美中之间根本的矛盾既不在这个商业领域，也不在科技领域，根源是在于美中两国在国际战略当中的这个对立。 所以说，现在美国军方的高级将领以及美国国防部的高官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个所谓的未来对华的军事策略，目的就是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我们刚刚讲到的印太司令部阿奎利诺所领导的印太司令部，现在拥有多少军事实力呢？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现在美国海军总共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力量都在这个印太司令部。那么，既然美国把它的军事力量重点放在了印太地区，而印太地区中国又是美国唯一的敌人。 所以很明显，美国的军方以及美国的国防部的高官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种信息，就是希望在这个军事威慑上加大力度，令到中国在美国和中国对抗的过程当中呢，不敢寄望用军事手段来跟美国决胜负。中国会接受美国这种军事威慑吗？我觉得中国现在确实拥有相当庞大的军事实力，但是我们刚讲了，庞大的军事实力在高科技面前。 能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体量庞大这个优势呢？其实萨达姆当年已经做出了一个榜样。 那么，美中有了这种军事上的这个对抗的意图的话，美中之间在外交领域、在经济领域还会有回旋余地吗？美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只要中国的现行的体制不变，未来美国和中国很难在这个国际战略利益上能够达成共识，这就是美中关系的真相。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九零九二九三九八二零。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